开经本，科注是160遍。倒数第三行看经文，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啊，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最苦众生方便之事。菩萨接受佛的嘱咐，接受佛的委托，特别是末法众生刚强难化，他老人家以无尽的慈悲、无量的智慧与方便，化身在这个世界。他的化身在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啊，不是明眼人呢见不到啊，明眼人清楚啊，看得明明白白，无尽的方便呢，在那里做。不一定是实现出家身份的，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佛法不了解，都认为佛法是迷信，有严重的障碍。实现出家人教化众生，可能有很多不便之处。菩萨实现在家身份的很多的，都是劝善归过。我们昨天有同学从台湾带来的一些录像带，小朋友读经，我听了几段，我很有感慨啊。古圣先贤所讲的大道理，不是他个人的学说，孔子所说的是他的学说吗？老子所讲的是他的学说吗？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他的学说？不是啊。那是什么呢？称性的学说啊，是一切众生的本性，一切众生的真心，一切众生发而具足的智慧等等，他讲的是这些。如果你说是他某个人的，那你看错了。是我们自己心性里面本有的智慧的能，纯善无杂。如果能够发挥出来，就能真正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大道理无关于某个人的。他们心地清净，慈悲博爱，他见到，这不用佛法讲，明心见性的，他见到，他证到。我们是迷惑颠倒，没有见到，没有证到。我们证到了，跟他们有两样。所以要怎样才能够证得呢？要破我执，要破法执。怎么破法呢？念念为众生。不要想自己，念念为佛法，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呢，就是佛法。啊，佛法是什么呢？佛是觉悟啊，法是方法了。令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就叫佛法。啊，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方法，那你就是弘扬佛法。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从事于这个行业，这个行业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教育工作者，这个大家好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干什么事情？社会教育啊，而且是义务的，不向接受教育索取一分钱的，完全义务的，是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是佛的学生，要续佛慧命。佛做了一生呢，我们世世代代的这个后学佛的弟子，继续不断认真努力来干，一定要把这个社会教育做好。社会教育的对象是一切众生，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贵贱贫富，也不分天上人间，九法界众生一律平等对待。所以我们要学着做思做饭呢，思是社会大众的表率啊，饭是模范啊。我们做不到，你要生惭愧心啊！我们存心，我们的心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我们的言行可不可以为社会大众做样子？要常常这样想啊！凡是不能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决定不能干啊！不能是为社会大众好榜样的那个念头，决定不能生呐！这样才能得诸佛菩萨护念，诸佛菩萨加持，龙天善神拥护。我们在推动这个社会教育。新加坡能够做出这一点成绩来，李牧原居士这一些同修，他底下这些干部，我们四众同修没有私心的，为什么别的地方见不成功？佛没有分别心，没有爱好，善导大师讲得好啊，都在语言不同。这个地方大众一心一意，舍己为人，天天想着为佛法为众生，不为自己，所以得到无比殊胜的感应。这个感应我们在此地都很明显觉察到，明这个显感显应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好样子，出家人做出家人的好样子，道场做道场的好样子，希望到这边来参学指导，然后把这种样子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建立，希望他们建立的比这个更好，业余常讲嘛，后来居上嘛，这个很有道理啊。为什么说后来居上呢？后建的一定比前面好，前面有很多缺点确实他都改进，所以越是
后面做的就越殊胜越好，这样才能普度众生，才能够化解这个世界的劫难。我们不希望大家到这里面参学就不想走了，留在此地，这个不好啊！啊，看到这一套时候，回到各个地方，回到自己地方去干呐、啊！啊，正法道场处处建立，这个世间才有救。啊，那你们真正学到东西，真正懂得佛的意思，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所以四天王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这世尊，告诉四天王，这个高上对下，啊，这些用的词我们都要明了，啊，善哉善哉，啊，这两个善哉就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赞叹他，问得好啊，利要有情问。这些天王天神诸位要知道，很多都是佛菩萨化身的，他不是鬼神啊。如果真正是凡夫问不出来啊，那平常很多问题见到佛一句话没得说，问不出来啊，能问得出来的都是佛菩萨化身实现的，都不是普通人啊。第二个善财是赞叹他们善护世间啊，护世重要是善护啊，这个字难得啊，他有善巧方便啊，护持世间呢，令世间人觉悟，令世间人断恶向善，这才叫善护。那么佛在此地说法，我们看经文里面所说的，跟我讲才的意思相同啊。无尽未如，即未来现在天人等众，这个天人等众就是六道众生的，说个天人啊，其他的省略了，那个等就是六道，特别怜悯六道众生啊。你想想看，他在逃离天宫这一会啊，佛的意思很清楚了，不仅仅是逃离天宫当时与会的大众啊，这个法门会流传下去，不在场的那些听众不晓得有多少啊，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着这个录像机一样啊，这个在卫星传播啊，这个电脑网络上啊，传遍全世界，现在人听到我们讲经，我们将来往生不再世，这个袋子还留下去啊，后面人还能听到啊。我听说现在这些袋子啊，这个制作的水平很高，可以保存200年，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200年后那些人还能听到我们袋子，还能看到这个画面，所以我们在此地讲经说法，我们的生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至少要对200年以后的听众要负责任啊！啊，这个世尊这一句话里头就含着这么多意思在，广利益啊，广大的利益。来说地藏法门啊，宣扬地藏法门，
唯有地藏法门能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啊，儒家的道理好，道家的道理好，大乘佛法的道理好，现在没人肯听啊，没人肯接受啊。能把经念一遍就算不错了，能照着经去做的没有了。那么地藏法门是叫根本法门，所以前些年呢，我在美国东岸几个大城市巡回讲演，讲地藏大义，因为时间短，一个地方只有七天，没办法讲经讲大义。有些同学就问我，法师，你不是专弘净土，你怎么讲地藏经呢？那是不是因为驾杂了又打悬叉呢？我说他问得很好啊，我也趁善哉善哉，问得好啊。我说我还是讲净土，还是专修专弘。他说地藏经是什么？地藏经是净土宗里面的一句话。哪一句话呢？观无量寿经讲的三福，这大家知道我们净宗修行的基础啊。我们是行门提倡的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大家都知道吧。这一部地藏经就是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们想想这部地藏经是不是讲的，我还是讲净土啊，没有离开，还是专修专弘啊。这大家就明了了啊，这一部经是这个四句细说，从这个地方诸位也能提会到华严经上的意趣。华严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对诸位说，任何一部经都含摄一切经，一切经呢都能入一部经，不但能入一部经呢，给诸位说能入一句意啊，是不是这个地方佛告诉的地方善哉善哉啊，佛四十九年一切经啊都可以入善哉啊，善哉就含摄了一切经啊，就含摄一切一句啊。这善哉善哉两句话了也能够入一切经，一切经也能入这两个字。法是圆融的啊，为什么呢？诚心啊，所以你能够体会到性德了，一多不二，离世圆融，哪里有妨碍？我们下面这就是举出几个例子这个幕后四大天王言巍然世尊愿要语文世尊对他赞叹许说，他们答巍然，巍然是非常恭敬的大慈这种祈请陈思态度啊，都不是我们要学习愿要语文才能得受用啊。
这个愿真心情愿啊，欢喜接受，接受要依教奉行，如果不能做到啊，这个愿要欲闻四个字就没有了啊，一定要做到啊。请看下文，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其智于今，度脱众生，又为彼愿，此名此事，最苦众生，佛观未来无量劫中阴慢不断，一世之故，又发重愿。实际上，地藏菩萨在此地现身说法教我们啊，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要不断的发愿啊，所以我们早晚课诵里头都有发愿的《天亲菩萨往生论》。无回法门里面就发愿了，要常常发愿。为什么？三天不发愿，忘得干干净净。凡夫业障习气太重，内有妄想分别之处，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要不是天天读经，天天发愿，你保不住啊，你必定呢被这个浪潮吞噬了啊。换一句话说，你必定依旧搞生死轮回，你必定堕三恶道。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警惕啊，在这个洪流当中啊，急浪当中啊，我们的脚跟要扎稳啊，稍稍有一点差池就被冲掉了啊！如何能把这个脚跟牢住，这就是地藏法门的。所以我在过去每一个新道场建立，一定第一步讲地藏经，我们有地了啊，这个道场建立没有讲这个经，这次缘太好了啊，难得受仁德老和尚之命啊，他是我们今天这个地藏菩萨的代表啊。末法众生的救主啊，救世主啊，我们追随老和尚啊，我们要把这个法门弘扬广大啊，所以这一个道场新建立的也能在这里讲一部地藏经，符合我们的本愿啊，非常难得。那么这一堂的录像带会流通很广啊，帮助一些新建的道场啊，我们没有办法分身，不能去讲经啊，这一套录像带啊
却起了作用。啊，所以我们要体会到啊，菩萨久远劫来一直到今天，啊，为什么度脱这些众生还没有圆满他的大愿？正是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六道每一道的状况都相似，天台大师开言法华给我们讲的百劫亲如啊，那是事实真相啊，每一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我们从真诚心里面一念阿弥陀佛，佛法界一念地藏菩萨，菩萨法界；一念贪嗔痴是三恶道的法界，地狱恶鬼出生的。设法界业因果报，念念当中在转变呢，这是轮回的现象啊！这是轮回的。基本的意义啊，我们秉承佛的遗教，有缘读诵大乘经典，这就是地藏菩萨度我们了，把我们从三恶道啊度到人天，度到佛菩萨的法界，我们信实刚强难化，离开讲堂经本合起来了，又堕落了，又堕落到地狱魔鬼出生，不就天天干这个吗？所以劳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啊，天天要发愿明念我们这些罪苦众生，我们的觉根不老啊，我们的愿力薄弱，信心很脆弱，敌不过烦恼习气，啊，所以菩萨看得清楚，无量劫中阴慢不断，这个阴慢是比喻，像蔓草一样，蔓草丛生啊，很难除尽，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造业受报，轮回无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太好了。可是菩萨不灰心，菩萨不退去，还是全心全力帮助众生，所以世尊接着说，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娑婆世界特别指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这个地球，跟我们地球上众生缘深啊，
菩萨的三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只有一个目的，利益一切众生。佛在一切经典里面常说，说的真是千遍万遍，我们依旧记不得。佛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想想这一句，佛在一切经里头说多少遍？这个话说的恳切。受持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方法、境界，我们要接受啊。只是保持接受过来之后要保持，不能失掉啊。把佛所讲的道理啊，怎么接受呢？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思想见解，那我们接受了，我们的想法看法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绝对没有违背，我们接受佛的这些理论理念，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方法变成我们生活行为，我们把它做到，佛在经上讲的境界变成我们自己先前的享受，入佛的境界，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快乐，自受用，自受用就是他受用，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的时候就是别人的样子嘛，演呢，这就表演了啊，表演是做给别人看了啊，说到要做到啊，做给别人看了，确确实实是社会大众的表率，是社会大众的模范，所以我们这两年来在每个地方讲经弘法，我们有个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以这八个字做总讲题，这个题目大家看起来不至于误会我们是迷信，不至于误会我们是在搞宗教，我们如何能够把佛法回归到社会教育，佛门的四众弟子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佛法才能够普遍利益一切众生。这个话怎么说呢？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也来学佛了，不同的文化种族他也喜欢学佛了，这佛法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的。如果说佛法是个宗教，其他的宗教他就不能容纳，就不能接受了而佛法是社会教育呢我们把这个宗教界限突破了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学佛，都可以做佛的弟子，并不违背他所信仰的宗教
正如同华严里面所显示的，婆罗门，婆罗门教不是佛教啊，变形外道，它也是宗教，其他宗教也不是佛教啊，都是菩萨嘛。菩萨示现在他那个行业上，教化那一类的众生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见到基督教赞叹啊，我们见到牧师合掌礼敬，牧师菩萨嘛。啊，伊斯兰教我们合掌恭敬阿洪菩萨嘛，都是菩萨嘛。啊，他来问我，你称我菩萨什么意思？菩萨是一个有智慧觉悟的人，就叫菩萨。你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觉悟了？他点点头说：“那你就是菩萨吧。”那你现在的身份是阿洪吗？就是阿洪菩萨吗？你现在身份是牧师，你就是牧师菩萨吗？在佛经里面，你的身份是童男童女，那童子菩萨吗？童女菩萨吗？你的身份是宰官，你宰官菩萨吗？凡是有智慧觉悟了，都称菩萨吗？菩萨绝不是泥塑木雕供在庙里供人拜拜的，那个想法你就想错了，那是表法的，那菩萨是活的，不是死的。人人都做菩萨了，天下就太平了，灾难就化解了。所以佛陀教育这一个究竟圆满社会教育能够在这个世间推行，他推行宗教的目的转凡成圣，这是他的目标，所有一切人都成菩萨啊，过行过业通通是菩萨，这个社会哪里还会有灾难？境随心转，我们要明白这个大道理，所以诸佛菩萨用无量的方便法门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要懂得随机说法啊！你看大经里面说的这些菩萨，诸佛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这个得度两个字怎么讲法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用什么样身份帮助他，你就实现什么样身份。这个度就是用现在话的帮助啊，应当给他说什么法门，你就给他宣说什么法门，根基就重要了啊！中国古人啊，《易经》里面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啊，什么是天文啊？每天晚上戴着头去看星星，这叫天文了。圣人的话，无限的声光，有些人无知，观乎天文，每天上观天象啊，看看这个心的度数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这是什么？不懂得圣人的意思，
心是天然的，就是自然的。啊，文是讲文章啊。啊，文，你看《说文解字》里头，文的意思是什么？话一道，那是文啊。这个意思就是讲的说，这个你观察这个世间的现象啊，天文就是社会现象啊，你从社会现象里面你就能体察了这个世界有些什么变化啊。我在前面跟你们介绍这个四大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就表这个意思啊，他会看了，善观善察，观察善观察啊，他手上拿的是龙啊，蛇，龙蛇的是代表变化的啊，这个手上拿个猪，这个猪是代表变化里头有不变的道理，掌握着不变的原则就能应付这个时变啊，《易经》上也这么说法嘛啊，我们后后看啊，我们坐车，我们很少去散步嘛，很少去观光旅游嘛。啊，坐车在路马路上走一走，你看到些什么现象？哎，你看看现在些广告，啊，看看那些汽车上、公共巴士上画的那些图案，看看年轻人穿的些衣服。这是天文呐！啊，我们心里明白了。啊，明白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楞严》上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那就是邪思啊！啊，让这些世间人六根所接触到的妖魔鬼怪的境界，他过的什么生活？妖魔鬼怪的生活。菩萨看到这个现象啊，怜悯的心就生起来了。如何来救度他？所以我们做的这些 T 恤，你们穿的上面印的阿弥陀佛啊，印的一些佛菩萨名号。啊，印的知恩报恩，啊，我们这个数量少啊，它的数量太多了，啊，我们想出这个方法，至思人人，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我们要用这些方法广泛的来宣传啊，我们在外面大型的讲演送衣服，让年轻人个个都穿了，满街都是阿弥陀佛了，满街都是观世音菩萨，那就好啊，古德有所谓，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那么由此可知，怨天尤人呐，这是社会上多，怨天尤人太多了，都觉得自己没有过失，错都是别人。不但不知天命，连自己都不认识。啊，所以佛法的教学，啊，佛教的是什么？
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人生就是本人呐。佛教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叫你真正知道自己，认识自己，明了自己生活环境啊，能够把这个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啊。佛菩萨是个明白人而已啊。啊，过去谭旭老法师也常讲啊，一个明白人决定不怨天不尤人啊，他才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才会欢欢喜喜依教奉行。在极度苦难逆境之中，他要做个好样子啊，念念之中啊，能够学习为人啊，看出一般社会大众弊病在哪里啊，社会大众贪财，菩萨示现舍财啊，社会大众争名夺利，菩萨示现放下名利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做法就是教学，为人演说嘛，表演给他看嘛。菩萨生活在这个世间，不为自己，为众生啊，是来演戏的，希望这场戏让观众觉悟，让观众明白，让观众回头啊，哪里是为自己，为别人表演的啊，这个就是大慈大悲，这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好，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四天王，这是佛叫着他们的名字，叫着名字，下面的开示就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了。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续养短命报啊。那么下面是举几个例子啊，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啊，我们要学啊。殃是灾殃啊，一生当中啊，灾难很多，常常遇到啊，事事不如意，病苦短命之报啊。什么原因呢？杀生，杀业太重，我们自己也晓得，我们这一生当中常常多病，常常有病痛，那晓得原因是什么？杀业啊！这一生当中虽然没有造杀业，是你前生的，这佛在经上讲的，讲的真的是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前世造的因，
你要了解事实状况了啊，我们今天无论受什么灾患，安心接受。前世造的因不好嘛，现在应当受果报嘛，受果报不怨天不尤人，就受了就完了，账就结了。如果你受这个果报，你还怨天尤人，麻烦大了。这一生受了，又造恶业，来生还要继续受，没完没了啊！所以你明白之后啊，我们所受的到这一生就完了了，账就结了，报掉了。啊，这一生努力修善，决定不杀生，不但不杀生，决定不做恼害众生之事。不但不能有事，还不能有这个念头啊！那我们将来的果报就殊胜了啊！这一生时间很短，纵然活上一百年，也一弹指就过去了。光阴过得很快啊，所以度了这一句决定不能杀生啊。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受果报的人知道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来世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若欲切道者，说贫穷苦楚报，现在这个世界有许多落后的地区，像非洲，我们看看常常报道的，那边人受这个饥寒之苦，供应，他们不晓得。果必有因呐，饥寒、贫穷、苦楚，切道啊！切道范围非常广泛，在佛法里面的定义不逾矩，财无有主，他没有给你，你就拿来了，就叫做切道。而切道的方式很多，有些人他送来了，并不是甘心情愿，是被逼迫。你有权威，你有权势，不得不巴结你，不得不奉承你，那还是切道。凡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啊，不正当的心理啊，你所得来的统统是切道啊。这个范围很广啊，戒经里面说得非常详细啊，得这么一种果报。若欲邪淫者，说缺各鸳鸯报啊。这个缺青莲大师注解里面特别给我们注明孔雀啊，换一句话说，邪淫的果报畜生啊，畜生道啊，想不想到畜生道去啊？不想到畜生道，决定不能种这个因啊。所以菩萨前面一开口是我愿啊，三福里面教给我们修十善业啊，修十善业啊，这些不善的果报啊都没有了啊。你要不修十善业，造十恶业，这个果报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
若与倭寇者，说眷属斗争报，我们也常常看见的，一家人天天吵架，不是冤家不聚头。那为什么这一家人不和呢？过去生中倭寇的过多。那如果这一生当中这个倭寇还不改呀、啊，那可麻烦可大了。他那个家怎么会和嘛？在谚语里面常讲，家和万事兴啊，这个家不和决定衰败。若欲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口业有四种，倭寇特别提出来。那么下面这个毁谤呢，就包括了妄语、两舌绮语啊，就包括在这一句里面。毁谤，特别是毁谤佛法啊，可是诸位要晓得，现在社会多半以为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佛教在所有一切宗教里面是最迷信的，是最下等的啊！为什么呢？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啊，唯一的真神。佛教是多神教、泛神教，什么都拜啊，所以是属于是低级的宗教，没人瞧得起啊。于是招得社会广大群众的毁谤，他造这个业不得了。那么他这种回报，我们能不能责怪他呢？不能啊，怪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把他解释清楚，没有讲明白了，使他产生误会啊。所以我们遇到回报佛法的人，要回过头来自己责备自己，不能怪他啊，他没有搞清楚，没有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有责任。但是他的毁谤必然有果报啊，那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忏悔啊，帮助他认识佛法，认识大乘啊。像历史上记载的天亲菩萨，最初学小乘啊，学小乘是傍大乘啊，啊，以后他的哥哥无著菩萨给他讲解，他明白了，他忏悔呀，啊，他发愿割自己舌头啊，那个他的哥哥就说不必呀。你用你的舌头过去谤大臣，你现在再用你的舌头来赞叹大臣不就行了吗？啊，所以他以后啊就赞叹大臣，宣扬大臣呢，这是忏悔法门的啊，改过自新呢，他就得度了。我们要救度这些造口业的众生，没有别的，尽心尽力宣扬大乘啊，把佛法的真正的面目，要帮助他认识清楚啊，使他回过头来，不但不回谤了，再加以赞叹啊。那么我今天讲经说法，在这个讲台上40年了，
我33岁出来讲经，今年72岁了，算虚岁40年了。还有许许多多人回谤啊，我应该接受的。为什么呢？造口业造得太深了，没有学佛的时候毁谤佛法了。但我也说他是迷信啊，我就信基督教，信伊斯兰教。我在基督教里混了2年了，在伊斯兰教1年了。我对他们的印象很好啊，他能说出一出道理出来。在佛法的时候没有接触法师，没有人给我讲说明这个佛法的道理，不知道，也认为佛法是迷信啊，破除迷信。我造的业很重啊，触福生血，无间地狱的罪业，小时候无知，抗战期间学校上，学校什么寺庙，政府把寺庙没收了啊，寺庙当作学校啊，大雄宝殿作为礼堂，旁边小殿作为教室啊，那个佛菩萨的时候还算是不错，通通把它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子里，贴上封条啊。我们小孩啊，听说里头有很多佛菩萨，可以拿出来玩呢、把窗户拨开，到里面佛像拿来做玩具，玩完了之后就丢掉了，破坏好奇，木雕的佛像劈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哎呦，肚子里头还有丝线呢什么的，哦，明堂好多，还有符咒。我们造这种罪业不晓得，老师也不说啊，实在讲说了我们也未必服气啊，所以造毁谤佛法的罪啊，以后学佛才知道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所以今天我们讲经说法40年，还有造别人毁谤侮辱，哎呀，应该的，应该重罪轻报了。我小时候念书是很顽皮的，我的老师很喜欢我，但是也很难管教我。我的记忆力很好，书读一遍就能够记住，所以就不读书了，应付考试。考试之前10分钟，让我把这书看一下，一定记住。而且我考试的时候只要60分。多一点都没有，我不证明不得力，所以总是第一个交卷，老师看到了就摇头啊。那可以拿到好分数，不拿了，为什么？出去玩要紧，只要我年年升级就行了嘛，我目的就达到了嘛，你们的要求不就如此吗？这老师跟家长要求我都满里的愿，可是我自己呢就还我自己所以我读书读得很多，比一般同学都多，学校图书馆我读我喜欢读的书，所以我的常识比别人丰富中国这些旧小说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读，读到初中1年级读完了，不再读了好的小说差不多都读过4遍5遍像这个四大小说这个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大概每一种的时候都读过5-6遍而且那么大的书我读的速度不会超过1个星期就读完了古典小说读尽了，所以初中1年级以后不再读小说了晚上呢去听戏，白天看小说晚上去看戏
哎，我的学校生活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老师都知道，那校长都晓得，所以我跟校长讲的是，现在的学校不过混文凭、混资格而已啊，所学非所用啊，我学这东西将来有什么用处？啊，所以我的老师也没有我办法。造业就造得多了，但是还是算有一点善根，不害别人，不妨害社会。所以接触佛法之后啊，才明了，才懂得这个道理。努力断恶修善。我在没修复之前。一般人给我算命都说我活不了45岁，我自己也相信，我一点都不怀疑。为什么呢？照自己以前所造的这些业嘛，怎么可能长寿呢？没这个道理嘛。所以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我也就不看医生也不吃药了，跟李慕云一样，寿命到了，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就念佛求生净土，念一个月了，那病就好了，也就没事了。所以我们回心转意，把自己的智慧这一点点能力身体完全奉献给佛菩萨，为佛菩萨工作啊，不为自己了。佛家讲的尘缘再来，我们把业力转变成愿力，不必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来，不必了。现在把业力换成愿力就行了，就是尘缘再来了。我换的很有效果，李慕云换的也有效果，这次表演呢给你们看。我们这两个人做得到，你们大家通通做得到啊，就在你肯不肯换。这一换呢，念头就换了，起心动念呢，为佛法为众生，决定不能有一个念头为自己。我为佛法为众生呢，我还为自己行不行呢？不行。确确实实100%为佛法，100%为众生，决定不许可有一丝毫念头为自己。你就能转得过来，而且转得很快。我们参加佛菩萨的俱乐部，参加佛菩萨这个行业的这个行列里头啊，哪有转不过来的道理啊？讲经说法还要学吗？不要学，学学不出来啊！你的心跟佛心一样，这个文字是佛的文字，字字句句无量意呀，你自然就看出来，自然就流露了。不是你准备收集材料你才能讲，没那回事情啊。化而如是嘛，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嘛。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至于诸位在内典里面，不过学一点基本的方法，我们初学，没入佛的境界。一定要以祖师大德的这个说法来讲。
都把他们东西讲错，可是自己真正发心弘法利生，一定要入境界。不入境界，说实说宝，全是别人的，与自己不相干。要入境界，彻底放下，放下自然就看破了。看破是什么？明白了。性相理事因缘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做看破。是这么一段事情。再看下面经文，若遇沉秽者，说丑陋龙残的，你看看，沉秽，果报是在地狱，地狱里头那些现象，我们看佛法里面讲的地狱变相图，再看看其他宗教里头也有地狱变相图啊。其他宗教虽然没有讲六道啊，至少他讲三道啊，他讲天堂，他讲人，他也讲地狱啊。地狱里面画的这个像呢，没有一样是好看的。那个形状都非常恐怖，丑陋龙残啊！这是我们应当要警惕的。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丑陋龙残是花报，地狱是果报。那不可以不知道啊。那如果我们的相貌啊是丑陋龙残，就晓得嗔恚心重，嫉妒心重。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过来啊，发慈悲心，能够怜悯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相貌会变。所以你修行有没有功夫，不看别的，看你相貌。啊，三年前跟三年后，看看你相貌，看看你体质嘛。啊，相随心转了。啊，你心地清净，哎，它就有个清净相；心地慈悲，它就有慈悲相。心地智慧，它就有个智慧相；心地恶毒，它就恶毒相。这哪里能瞒得了人呢？装也装不出来啊！世间人爱美呀，要去整容啊，越整越糟糕。我看到许多整容的，不整容那个时候还不错。整容之后啊，那个相貌变得奇奇怪怪，啊，一点都不可爱，啊，那个像是假相啊，心没转呐，啊，所以要晓得那个相怎么样塑造，塑造的再好，他心不好。那个好像还会变成丑陋的相，明白这个道理，何必花了些冤枉钱去整容呢？整心啊，心变了啊，相就变了啊。所以这个身体啊，也不需要去找什么医疗啊，什么补品啊，用不着啊。心好了啊，
身体自然健康。啊，我从来没有说是找什么人来帮助身体健康的治疗的，没有，从来不吃补品。啊，人家送给我的什么人参、高丽参是，我转手就供养别人，我不吃，沾都不沾染。从心理上下功夫啊，特别注重啊这个身体，啊，处处还要顾着这个身体健康。诸位想想，你的身见不能破啊，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啊没打掉啊，你还着着身相啊。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修行基本的一个原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四相俱足，你还执着，你的身心怎么会清净？身心不清净，你的这个身体怎么会健康？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最健康回归于大自然，大自然无私，大自然无我。所以《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就是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健康。自然是真正金刚不坏身呐，啊！佛经里面讲的金色身，啊，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身塑像啊都给它贴金的，你们想想好看吗？啊，如果一个人满面都是金黄色，那个人要怪人了，我相信没人喜欢他了。金是表法的。啊，在所有物质里面，金为什么被人家称这么尊贵呢？金不变色，啊，所以金代表不变啊。不变是真的，会变是假的，啊，真心理念的，那就叫金，金色呀，啊。华严经上表法，诸位都看过。啊，讲金色世界，那就不变了。妄心是会变的，就是假的。啊，所以金代表不变，不变的是真心，不变的是一心，二心就变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不可以死在自居之下了。是，那就错了。那要一个人你去那学佛，我不愿意学佛，学佛身上黄澄澄难看。啊，所以一定要了解经里面讲的义趣，真的这佛经难懂啊，难在义在言外。那所以你要会听。啊，经文也是的，意思在文字之外。啊，不在文字里面，你要从文字上诱导。啊，禅宗讲止约很有道理。啊，它是止啊，你要循着它这个止，才能看到真实。啊，所以它不在文字，不在言说，它也不离文字，也不离言说。啊，你才能体会到真实意。啊，真实意，真实意是自信。自信本具智慧，自信本具的等等，啊，这是如来所说的真实义。啊，所以这个真实义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义啊。啊，所以如来真实义，如来是自信，是信的支撑。啊，这是佛的十号之一嘛。他不是一个人吗？
若欲坚令者，说作求为愿吧。这个就是罢苦里头求不得苦。为什么求不得？吝啬，不肯施行。所求就为愿。我26岁学佛，那个时候就恨呐，闻佛法太晚了，佛法这么好，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实在讲，让我对佛法生起信心，大难大难之事。我给诸位说过，我年轻有小聪明，有小智慧，还有小辩才。有人能把我说服的不简单。我在学校念书的这个时代还没有遇到过对手。死的我能说成活的。我很会说，专门跟人家抬杠，专门跟人家唱反调。我会说得出一番道理出来。所以能叫我信服，把我说服，谈何容易啊。所以我遇到方东美先生，这把我说服了。这是中国当代的大哲学家了，世界权威呀，不是国家级的，世界级的大哲学家。他把佛法介绍给我了，我才相信。我这对佛法的态度是180度的大转变。这个到寺庙里去找经看。所以也是缘深。我接触佛经大概1个月，认识张家大师。就经典里面疑难的地方，他老人家替我解决。非常慈悲，每一个星期给我2个小时。我向他请教，我跟他3年，佛法的根基是从他的点点。他教我看破放下，教我布施。所以学佛要跟谁学呢？跟你自己心目当中最佩服的老师。这个人说话了，你100%的服从，100%的做到啊。如果对这个老师再好，大德大能大智，你对他没有信心，你跟他就得根。你对他没信心，他所说的你不能依教奉行。所以师子道合非常重要啊。老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老师。老师真肯教啊，学生真肯学啊。我这一生的机遇，这个前生这个缘结得好。方老师教我，单独教我。我这次到这个香港讲经。我也给偶尔提到这个事情。香港过去新亚书院的院长唐君毅先生，这也是近代的大哲学家方东美的学生，在我们等于是前后同学。这个在哲学上有杰出的成就啊，他不在了。唐君毅大概大差不多大我10岁的样子。所以遇到这些人，我们在这个
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呐、啊。张家大师遇到我，爱护无微不至啊，每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我偷懒都不行啊，偷懒一次不去，他就打电话就派人来问我，是不是生病的，为什么没去？你说这种热情，搞得你就不能不去。这真肯教我，所以我对于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他们两位过世之后了，我跟李炳南老居士，我跟他申冤啊，李老师就非常关怀，非常爱护。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张家大师叫我，他说你求不得的时候，你有障碍，你有业障。那我就问，那怎么办？忏悔消业障，业障消除了，你所求的就现前。你看我求这个弥陀村求了16年了，有业障不能现前了，大概现在业障消得差不多了，他就成熟就成就了。你有业障不行啊，一定要消业障啊！啊，这消业障真干呐、啊！自己的心行要入佛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在讲台上这个表演呢？诸位同修要细心去听，你能听得出来。啊，《无量寿经》我讲了10遍，啊，这是第10遍，啊，差不多都有录音带，你们就听，遍遍不一样。啊，不是我有东西不肯讲，要留到第二次讲，不是的呀。这个境界年龄不一样啊，境界年龄不一样，就说明了这个业障啊，年龄都消了一些呀。啊，你业障不消除一些，你境界提不起来呀。啊，我也不是一个立根人呐，中下根人呐。啊，业障是渐渐在消除。年年在消除，啊，所以境界年年不一样。啊，我自己知道，常常听我讲经的人知道，啊，他们听得出来。啊，那么我讲经没有笔记，没有讲稿。古大德的东西我看，我会用一些时间细心去看，他们提供我一些参考资料，可是我讲的时候并不依照他的文字去讲，依照他们的注解去讲不奇迹。他是那个时代的人，面对当时的一些听众啊，观众，现在的社会人心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读古人的东西启发自己的智慧，只能够做参考，我们要有能力观察现前大众的根基，然后才能做到应机说法，对他们真正有帮助，真正有受用，化解劫难。
到社会的和睦、安定、繁荣。人人都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是佛法现前的修学目的之所在。佛师门中确实有求必应，你看求做佛都能成就，何况其他的，做佛是最难的 做佛都能求得到，那以下的这个世间一切是荣华富贵，这个就鸡毛蒜皮啊。哪有得不到的道理？我们要有信心，你要想有求必应，没有别的，消业障。张家大师这个教诲业我一生当中都记住，一教奉行，若欲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夜病道。这一句好懂，贪吃啊，现在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怪病，从前没听说过的病，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谚语里头说得很好，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前面这个口业了，那就造祸啊，灾祸啊都从口业里头出来，疾病都从饮食啊，病从口入啊。我这次在香港，香港有个同学告诉我，他说这是真人真事，就发现在香港。这个是社会新闻，大众都知道了，是前些年。有母女两个人，喜欢吃海鲜。每一天到这个海湾的时候都买这个活的，他倒不是自己抓，买活的回来杀回来吃啊。到晚年呢，这个母亲红丝是不是他母亲，母亲就得了个病啊。这个病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好大的水，到处都是泥沙，就在房间里乱爬，好像往岸上爬的，就是那个海鲜的时候那种样子，以后身上就腐烂，就死掉了。死掉之后，他这个女儿的时候也得这样的病，以后没有法子。也去找到处求神问卜，遇到一个法师，这法师就告诉他，你这个是一生呢煞生吃这个海鲜的果报，赶紧忏悔啊，叫他放生，叫他吃素啊。可是他这个女儿的时候呢，当时就照做了，但是还是来不及，还是死了。他的亲戚朋友看的这个样子，永远吃长素了，不敢吃这个，吃这些，这些肉食了。真人真事啊！死的时候就像那些水族那个形象一样，活生生的果报献给你看。
虽然是个社会新闻，我看香港那个海鲜店的人还是坐得满满的，真是刚强难化了。啊，所以菩萨遇到这些事情，现在应当把它拍成这个电影，到处去播放啊。啊，那个海鲜店里这些国宝时候多挂几张让他们看看啊。太可怕了。世间刀病皆从哪里来的？就是吃众生肉来的。啊，我们现在人每一个人都很注重身体健康啊。啊，身体健康最好的素食。素食里头最好的吃生菜。我现在吃生菜吃了2个多月了，所以大家看到我很瘦啊，人瘦下来了，我就跟你讲身体不好啊，应酬太多，最好少接触我啊。而实际上呢，这生活现在在改变啊，我第一次改变是吃长素啊，那个时候身体瘦差不多有2-3年，体质慢慢恢复过来。啊，现在做第二次的这个改变呢，吃生菜了。啊，所以我2个多月没吃饭的，啊，完全吃生菜，早晨吃一碗稀饭。啊，那么吃两卷生菜，一碗汤。今天我们有没有做？啊，如果做的时候带几卷呢，我们带到餐厅呢，请老和尚吃吃。啊，所以没有油，没有盐，啊，完全吃生的。啊，所以我常常想啊，你看那个牛羊吃草，身体那么壮，啊，他也没有这油盐吗？想越想越有道理。他们同学介绍给我了，我这2个月吃下来之后啊，吃得很舒服啊，确实有好处。饮食我们要注意，特别是现代的饮食啊，现代人心不好啊。其他地方我不了解，台湾情形我知道，台湾的猪6个月就杀了啊，这个喂猪的饲料都是化学药物啊，促进这个猪的发育，它长得快呀，啊，6个月就杀了，所以它那个肉里头都是一些毒素在里头啊，不正常啊。那么再说，从前你看这个家畜啊，都是养在外面，没有啥的时候，他的生活很自由很自在，他心情很开朗很快乐啊。现在这些畜生的时候，一生下来就是养在笼子里头，等于说做监牢鱼啊，终身监狱，到最后的时候被杀了，你说他是什么心情？他那个肉里头充满了毒素，人吃了怎么会不生病嘛？生奇奇怪怪的病。现在素食也麻烦，蔬菜有农药，啊，米听说也有什么化学东西在里头，所以那个米你看得很漂亮啊，有毒啊。正是经常讲的，饮苦是毒。我们今天过这种生活啊，农家，我们在台湾农家，他们自己吃的菜自己种的，跟那个卖的那个菜分开来的，这卖的那个菜不能吃，有毒，他晓得毒卖给别人吃。那米也是如此，他们自己吃的米是自己另外种的，
卖的米的时候啊，是另外卖给别人的，都分开的。他卖这些毒供养别人，他自己也免不了要遭毒害啊，心不善啊。那么我们今天也算是有缘嘛，啊，遇到同学们介绍，才知道这个臭氧可以能够化解农药啊，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生菜的时候是经过臭氧处理。把里面这些毒的东西通通分解，所以比这个外面的东西干净多了。啊，这个可以大力推广。所以我要找这个制造机器的工厂，希望它能够大量的生产。我们想办法来把它传播。啊，有个健康的饮食，清净的心理，慈悲的心理，身心健康。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佛法。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